迎收看《六人在苏佩》，我是主持人嘟嘟。白雪公主、睡美人这些童话故事，大家都耳熟能详吧？如果把这些故事都改成出乎意料、超强的版本，会变成什么样的作品呢？接下来就让我跟神秘的青蛙王子献上爆笑又有趣的直播精华吧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喽！嗨，大家好，今天五湖迷耶哦，香香的本味哦，今天要介绍什么游戏呢？嘟嘟，公主别这样，它是一个公主型卡牌的一个手游，然后它是结了很多童话故事，然后结了里面很多公主，例如说可能睡美人啊、白雪公主，然后美人鱼啊，然后不止公主哦，还有那个什么王子啊，白马王子，里面有一些那个配音都是找那个有名的一些实况组网红来配音的，我大概猜个应该可以很好猜的。白马王子，你猜猜看是谁？白马王子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每次都在想，为什么这么强？有听到吗？哎呀，是不是昨天那个很在昨天那个知名度很高的那个？昨天很红。他的手可以穿过我的爸爸。啊，这很明显，这很明显哎、欸。你在搞什么？贩毒狗什么的啊？大家有看昨天秀应该知道谁啊、嗯？先随便来一个50抽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抽，还抽，我抽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人称的那个人称臭首都、欸，哎，臭首都是在抽，也没有我们的小尖抽。哎呦哎呦，有吗有吗有吗？金光金光，哎呦，哦、我是史诗的卡，哎，史诗哎，对，这感觉是不错吧？有点20抽就中，谢谢。啊，没有70抽啊，70抽是不是？希望这70抽你可以。找出我心爱的青蛙王子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今天运气很好哎、欸，青蛙王子不是要回去了吗？什么？啊，你不是要回去了？青蛙王子，这是哪来的青蛙王子？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想看他表演什么？既然他都来了，大家不要浪费啊！不要浪费，跳个舞吧，秀个舞吧。最后再介绍一下，宣传一下这个游戏。对，这个游戏是一个放置型的卡牌手游，只要登录就送你1688抽。如果喜欢的别这样，就去上面来下载。记得下载哦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下次见啦！